滿咗18歲，又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，就可以攞到6000蚊。我知啊，8月28號開始，根據出生年份分5批登記嘛。到出年4月1號或之後先登記，就多200蚊添。唔使自己去排隊噶，可以揾信得過嘅人幫手交表。有户口嘅就交去自己間銀行，冇就交去郵局，郵寄都得㗎。